郑宇，怎么了？之前你怎么来了？你吃东西了没啊？我给你买了点吃的。可是我跟郑宇已经吃过了。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可以当下午茶吃。下午茶？嗯。你们下午还要排练啊？因为郑宇后面还有通告，所以我们一有时间就抓紧排。怎么了？那个林玲给了我两张电影票，我一个人看太浪费了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？嗯，郑宇，下午能给我两个小时吗？算了，不用了。排练比较重要，你们排练吧，我另外找人。啊，走。下课后的钟声，那道教室的门，就像回到当年你我的身份。广场上的少年，追不回的时间，那份难以言喻单纯的想念。怎么了，振宇啊？你不觉得我们的排练太普通了，一点创意都没有？要不上网查一下，网上应该有类似的视频。好。菲菲，公司打来的，我去接一下。喂，怎么了？今天就先到这吧。怎么了？你心都不在这儿，去看电影吧。谢谢。晚上我会自己练习的，放心吧。哎，你慢点儿。知道了。吴景浩，你也来看电影啊？哦。你一个人吗？对啊。好巧，我也是。啊哈。